巴吉妈妈。你们坐好了。只有外伤，收了两瓶液体，休息够了，就应该能够醒过来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孩子呢？孩子怎么样？时间不多，需要输血。偏偏他又是 RH 的稀有血型，现在只有到别的医院去调血。怎么样？医师，罗医师，目前严重血荒，到处都调不到血。RH， 一般的血型还能想办法。这 RH 可就难了，我去打个电话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俊杰呀、啊，奶奶，我是浩然，我找俊杰，他在不在啊？他出去了，你找他有事吗？那您快去找他，叫他赶快到医院来。医院？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快说呀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出了车祸，康康受伤了。啊，要不要紧呢？你快说，现在怎么样了呀？他现在需要输血，得找俊杰来输血。啊，找俊杰？哎呀，他昨天晚上出去了，一个晚上都没来电话，我正在着急呢。啊，走了。目前医院闹血荒，找不到和康康一样的血型。那我马上去医院，我输血给康康行吗？您的血型跟他不一样。哎，你又没给我验过血，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啊？我马上去医院，你等着我啊。奶奶，喂，请等一下，罗医师电话。好。喂，我是罗浩然。梅专员让我通知你，肖剑没死。昨天晚上他在你宿舍外鬼鬼祟祟的，还钻到你车下，不知道动了什么手脚。我就在想，车子好好的怎么突然失控，原来是他呀。什么？你出车祸？老夫人，您真的不需要我陪您去吗？哎呀，你就在家守着吧。俊杰打电话回来让他立刻去医院，知道吗？哦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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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慢点，老夫人。知道了知道了。喂，雪妈，我是俊杰，你快点帮我找奶奶接电话。大姑爷，您可出现了，老夫人刚去了医院，二小姐和康康出了车祸，您赶快过去吧。雨涵不懂事，你也跟着他一起不懂事，竟然把康康的身世瞒了这么久。也许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
可是血浓于水，俊杰有权利知道，康康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你硬生生的不让他们父子相见，这是不人道的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啊，罗医师，老太太的血已经验出来了，是 B 型。康康要等死吗？R 值的血型本来就是稀有血型，现在只有俊杰能救康康了。奶奶，奶奶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康康怎么样？你可回来了，快给康康输血去。俊杰，康康失血过多，需要输血，现在只有你的血能救康康。是，快准备输血，快走。哎，等等，为什么只有我的血能救康康？因为你和康康的血型相同。血型相同的人不是很多吗？为什么只等我一个？万一我不在呢？那康康岂不是等死吗？啊，你们怎么搞的你们？因为你是康康的亲生父亲，你到底要不要救他？康康，别怕，有爸爸在，一切都会没事的。啊，奶奶，雨涵，你可醒了？康康呢？躺好，躺好，躺好。你受伤了，浩然说，你要好好躺着。不对，不对，奶奶，这么大的撞击，康康他一定有事的，你不要瞒着我，他伤得很严重，对不对？他在哪里啊？你躺好，奶奶告诉你，你躺好，你躺好啊！啊，你告诉我，啊，康康正在输血，幸好俊杰赶来，要不然康康就危险了。为什么？康康是俊杰的孩子，你为什么瞒着大家？浩然告诉你的。只有俊杰的血型跟康康相同，是个傻子都知道，还需要浩然告诉我吗？那也就是说，俊杰已经知道康康是他的亲生儿子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跟我解释的？是，我想跟你说，
我很多次想告诉你真相，可是时机都错过了，我想说的话全都吞回去。如果你一开始跟我说实话的话，我就不会跟雨桐结婚，那所有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。你好了，你的记忆恢复。不要岔开话题，我再问你，为什么要瞒着我跟康康的身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雨桐，因为雨桐，我知道他不能没有你。如果他失去你的话，他活不了。因为雨桐，那是以前的事。现在雨桐不在了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瞒着我？为什么？我帮你回答，是因为罗医生。